直播达11月25日讯，在刚刚结束的一场 K 联赛比赛中，晋南 FC 主场2-1战胜水源三星，提前一轮锁定 K 联赛亚军，从而晋级2019亚冠小组赛。根据此前的亚冠抽签，晋南 FC 作为 K 联赛亚军，将落了亚冠小组赛一组，同组对手有日本四、澳洲三、新加坡一、尼一附加赛。中国足协杯亚军泰国一月南一附加赛，马来西亚球队柔佛 DT， 庆南 FC 上赛季还在征战 K2 联赛，在神奇教练金钟富的率领下成功升级，本赛季在 K 联赛一黑到底，获得 K 联赛亚军，从而得以参加2019亚冠决赛圈比赛。庆南 FC 高中锋马考在上赛季 K2 联赛荣膺最佳射手，本赛季在 K 联赛目前也已经打入26球，领跑射手榜。但金钟富与马考最近都与中国俱乐部传出绯闻。责任编辑：周慧杰。